对，是建廷，然后他刚刚也有稍微介绍一些他自己的个性，然后现在介绍他们在工作的地方，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掌声鼓励，欢迎建廷。大家好，我是今天要分享角伟光的实习生，叫建廷。然后目前看到我们的那个 logo 是一个类似脸书的打卡记号。那我觉得打卡会对一般人印象而言，好像是脸书会打卡，可能会吃饭或是逛街都会做一个打卡的记号。那我认为隐者地图这个记号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个地方，让更多人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地方。然后我们是透过隐者来带领那些民众来参加，所以隐者身份反而就是一些街友或是比较中高龄的失业者，或是比较像独居老人的身份所组成的，所以以他们的不同身份说来引领他，引领我们来带领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提到爱跟勇气的部分，其实是之后会再另外提到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样有两个部分来说组成的。然后这是我们当初的构想的来源之一，就是一个伦敦的一个社会企业，它当初是一群年轻人所组成的。它透过一群年轻人，是当初是对一些街友是发一些物资来陪，或是陪伴他们。但后来他们其实发现出那些街友他们所看到的城市是不一样的面貌，所以我们后来以这样的方向去延伸到我们的台湾的台中。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部分，其实是全亚洲我们台北已经有进行类似的机构，它也是叫做芒草型协会。他也是请街友身份的来导览那个 台北的火车站跟万华等地方。其实我现在讲到的属于台中的街友城市导览员，其实刚刚提到的协和中区跟 T7 都是在导览台中中区的部分，跟他们是以比较不一样年轻族群来介绍的切入角度，他们的身份是比较不一样的，其实有完全有不一样的新鲜尝试。那我们提到这三个地方，其实都是台中在地一些比较在地还是知道一些东西。其实这次我讲一个故事，其实我现在去高雄玩，然后是有朋友带我去听一个演唱会，它是一个大陆演唱会，它叫万青，就万年青年旅社，可是它不是重点。其实我就问他说，我有没有台高雄有没有在地一些比较别人不知道一些饮料或是吃的，然后他后来带我去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五十岚。但我发现其实五十岚台中也有，其实到处都有类似的连锁店。其实我去的时候，其实反而比较想了解属于高雄台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东西。所以刚刚提到一些有关台中文化的东西，熟悉，因为我对当初也是有台北同学来台中玩，然后我其实也是带他去逢甲或义中，其实我一直没带他去真正属于台中中区历史悠久的地方。然后像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去跟那些营者去伴走，然后也是有专程从桃园来到台中，然后他是一天来回，他目的是想要导览知道中区所在地的文化的东西。然后这也是提到台中中区的特色，其实中区是以前有富有，因为像日治时期在统治的地方是它是有小京都之称，所以他一直想要积极的发展中区一些特色。然后他其实很多一些老店，一些像大街传奇的意识，或一些新时代创业的基地。然后最近，因为最近台中市火车站有铁路高架化的政策，其实很多东西开始中区开始慢慢的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很多东西其实现在不看，就以后就会消失的感觉。因为我们像隐者在带领我们去看到绿川，或是看到一些台中市火车站前面期，但是很多东西可能以后成为一种博物馆，或成为以后的一些展览的东西。它可能不再有它以前现在的功用。然后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隐者地图创造的一种营运模式，所以我们会有四成的费用是会交由我们角伟光作为实习，让他们去培训，让他们去跟那些大众去相处的过程。然后另外六成的费用是让他们去自立生活，等于是一个让他们有个收入。然后我们也借由这样的两方的时候，让消费者对于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像是街友或是单独居老那些，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对他们的看法之类的。然后透过那些独居比较弱势族群的时候，会发现让他们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跟大众去相处。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黄。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我开始刚来实习生的一两个月，我是从四月才进来，然后是五月才正式营运。然后他相见黄其实发生时间是去年，
其实他从去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很积极在培训这些营者。我们这里就发现他们呢，这位老师是那个黄庆成老师，他就是带那些营者去真正去那些地方走过，然后再去介绍他们那些景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印象还蛮深刻，因为我其实也是没单单看到这样的照片，就是他们当初在培训过程中，在外面去一抄笔记，可能老师讲什么或志工刚刚讲什么，他赶快去记起来那种感觉。不过反而看到画面是不一样的是，正式营运的时候，他们准备出团，准备跟一些游客见面的时候，他们是在那个中区战争基地，他们就拿着桌子，可能一直在看一些小抄、小笔记之类的。然后可能出发的时候，可能过程中，可能走路，可能在停，可能在等那红绿灯的时候，他们也在一直在看那些小笔记。后来我看到这张照片，才发现其实他们当初就已经在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份真的很用心的工作在看待。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室内工作坊，就是练习讲座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让他们轮流上台去报告他们讲解的东西。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去上台报告，然后是有分为很多组别，然后会分别轮流上台报告讲解他们的一些故事，一次分享报告，然后会互相的可能支持或分享之类的。其实这边我要讲到我刚刚提到关于爱跟勇气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其实跟一些社会人士，其实他们都是就是来自于台中各地的一些志工，就像他们是完全付出他们的一些事情，就无私奉献，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爱的表现。因为在有一次的分享会，就看一些年轻大学生要毕业，他们就带着学士服，就然后戴学士帽，让那个营者戴上的学士帽，然后自己穿学士服，刚刚也合拍照。就我看到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温馨。那时候是那个营者就有点害羞，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说能不能帮我跟他们一起拍照。就然后我拍下那瞬间，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而且很多出团的时候，都是很多志工，就不停在旁边一叮咛那些营者，说你等下干嘛，等下可能有时候要注意一些交通指挥之类的。就看一些小细小动作，就让我觉得很贴心。然后其实讲到勇气部分，我要讲到的就是关于那个营者要踏出这样勇气去跟他们讲解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是要跨出很大一步。因为像我平时很少机会跟大家去分享说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或是他内心很底层的故事。因为像有些营者可能经过921大地震那种创伤，可他要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去直接的分享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能连我都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出来。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之前参加那个绿川市集的活动，然后这位是那个林大哥，就是其中一位营者，他是直接在那个大洞前开始介绍自己是谁，就自己介绍顺便介绍我们的计划之后的一些营运的过程。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那个台中市市长林佳龙出席我们营者的地图的上线记者会，就那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的社会团体都很支持这样活动的出现。因为当初我也问过我们负责人说这样活动其实人是怎么找的，他就跟我说是蛮早的，就是看到网络上可能看到一些文化的人，就开始问他们能不能积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就发现其实各地他就中区各地的人其实都很支持这样的活动出现。然后也是经过几个月来营者们还对导览，其实他们当初是没什么概念的，他只上过课，然后也经过培训，但是真的没实际过跟那些大众去交流，所以那时也是他们也很紧张，可是他们也是真的去跨出那一步成为营者，然后去跟他们沟通，然后跟消费者介绍他们自己跟一些文化资料。然后这个电话讲到的是我们总共有6位正式导览员，有第一位是那个 Daddy 哥，还有后面的小金跟顺福，就林大哥跟那个小慧，还有小梅姐跟江大哥。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那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林大哥，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办酒，就5月正式营运的时候我跟的就是他。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我那时有个摄影大哥，我就跟他聊天聊得忘我，所以我一个人在比较远的地方就一直没回去。然后后来我就回去那个中区战争基地的时候，其实他一看到我就开始问我说你刚刚在哪里。其实那时候过程中，因为我第一次跟那个营者一起伴走，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聊天干嘛，其实我都有点害羞。反正他跟问我那句话的时候，反正印象很深刻，原来他还记得我这样人，就是默默在旁边跟着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温馨的，而且他因为我喜欢吃糖果，他一发糖果给我吃。而且他之前有一次拍摄的时候是去他的家，他那时候介绍他家的时候是介绍他家是一个别墅。就我对一般别墅看法，可能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可能有冷气，会很高级那种感觉。可是，在我那时当场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桥的下面，虽然是有住的地方，可是我看到桥下的时候，其实他很开朗，跟他介绍说，这是我别墅，然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床之类的，其实那时候看到的画面其实是还蛮震撼的。可能一般可能觉得比较可怜或怎样，因为我个人一直蛮喜欢拍电影，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心心想说，这里可以拿来拍电影，我可以拿来找他当个美术设计方介绍这种地方之类的。就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也觉得他也是很努力想过活，努力想要去找一个房子来租，然后去住一个地方之类的。然后这次有总共有分三条路线，第一个是后山人生跟青春倒退路，还有旧人新欢。后站其实就是讲台中后火站的地方，然后青春倒退的是讲到前站的地方，后面就是讲到台中公园的地方。其实台中公园印象让我很深刻，是它经营到日本时期跟光复后，还有日本时期之前，所以那很多景点像是鸟居、台湾城社之类的，很多东西其实不同时代有不同名字，让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不同的政府上任之后就把过去东西可能涂掉，又改不一样的东西名字出来。其实那我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以前因为 我也是台中人，所以我常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完全可我却不知道那样东西的存在。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之前的培训，就是真正去营运跟客人介绍的过程。然后这是后来的那个合照，这大致上就是我这次要介绍的一些赢者地图的分享。然后我明天在奇美还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那个角尾光的粉丝会看到那个活动。好，大致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